你可不要看错了，这不是普通的遮阳伞，这可是黑金汽车隔热遮阳伞，让你在暴晒天上车也不会被烫。它不仅外观高端大气，更有全新四大品质升级。荧光面是加厚的钛金胶，可以阻挡 99% 的太阳光和紫外线。UPF 防紫外线指数达到50+，让爱车停在太阳下也不再那么热。深 V 型的开口配合加宽加大的魔术贴设计，解决了传统遮阳伞遮挡后视镜的烦恼。伞柄是 TP 的软性纤维材质，可以做到360度旋转。 再也不怕磕伤爱车中控大屏了，加宽加厚的皮质伞骨包边也不用担心划伤爱车内饰，唯美的品质让人感动，良心的国货，希望大家支持点击小黄车，价格让你心动。这种硬伞柄由一科学大屏根本就没有用。我这有一把伞，但它的手柄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一时间理解不了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是一把汽车遮阳伞呢，你会不会联想到它有一些特殊功能？那我现在就放在车上告诉你，它是起什么作用的。严格来说， 它是一把各种车型都能用的遮阳伞，伞柄设计成软的，是为了使用更加方便。大部分遮阳伞由于长度的原因，只能放到屏幕前，很容易磕碎屏幕，而设计成可随意折叠旋转，根本不怕磕碰。它还是加密加厚伞面的，强光根本照不透，可以有效防晒防辐射，让车里是舒适温度，连紫外线阻隔率都达到了 UPF50+，保护了汽车内饰不被晒伤。车是咱们的第二个家，花点小钱就能让你舒适上车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